是，啊，不冷，会吗？哎呀，哎呀，真的有点呢，好热哦。我帮你擦一下，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啊，好的好的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就多送你一杯酒，冰的，冰冰凉凉的哦。旅客抱怨房间有鬼 ，Take one。是，有鬼！啊啊啊！这个吗？嗯，我也好害怕，怎么会有鬼呢？我可以蹲你旁边吗？可以吗？啊啊，舒服多了。你现在看到的应该只有我这只鬼吧？问说哪些地方一些小吃好吃，比如说面线啊、辣丸啊，一些汤汤水水的，我特别爱吃那种台湾食物。你不怕胖吗？不怕毁了偶像形象？怕，怕死偶像形象哦，能吃比较重要吧。但是至少我平常还会骑单车、骑脚踏车。好吧。那既然我们都这么爱表演，为我表演一段好不好？好，那我要出题喽。如果在一个餐桌上，你要诱惑一个男人，那怎么办？通常可以你最大的动作，让对方知道你很期待认识他，眼神看着他说：“好热哦，怎么可以这么热？”如果这时候他没有反应的话，没有关系，再站起来，慢慢的想要走向他，又不想要走向他，看到桌上的牡丹花，把它拿起来，把水沥干，放在嘴巴里，看着他，我的电话是啊，行行行，这个问题该我好了。那下一题，如果你在餐桌上遇到一个男人诱惑你，然后你很轻松要矜持，你该怎么办？那就再把你的方向放回去，慢慢的很有姿态的坐回去。坐下去之后呢，先不要害怕。当突然他踢了你脚之后，你再慢慢的往下看，心里想着脚有这么长吗？然后再报以他一个微笑就好了。要坚持，就是要坚持。那我现在问下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拍过这么多 Vogue 上面，你会为我摆出几个 Vogue 吗？哦，太了解我了 Vogue pose 是吧？第一个，鼻子，腿要伸长，你会放腿啊？有多长就有多延展，这样。第二个。桌上通常就是要拖堂。第三个，要能多提高就多提高，可以吗？太棒太棒了！我看过这么棒的 Vogue 就是你了。但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呢，是跟这期是没有关的，就是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，你对于2013年你学习到了什么？哦，这个话题很严重哦，很严肃，刚才一直在搞笑，所以现在要回归到比较正常的我。那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年龄都在不断的成长，那我自己也期许我自己一定要一年比一年进步。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一直想要学习让杨静华更勇敢，因为我觉得勇敢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，然后
勇敢会让一个女人更漂亮，更有自信。那今年是2014年，你对自己杨洁华有什么期许？希望以我艺人工作的身份，然后可以带给一些社会责任。我不知道哎，我突然都会这样想，大家都会注意到流浪狗的事情，然后关怀到社会很多的事情。那我觉得，那我该为社会做些什么？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所以我希望，其实2014年的时候，可以做更多更大不同的事情，然后来改变自己，甚至用自己小小的力量来影响到他人。所以啦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我们的未来就像明天。好吧，来了，我们一起来干杯吧。加油！突然间，过了。